龙进去，但是你可以去那个巴黎那个影展，那边很小啊，那场地都没进。要用这个。它还有一个地方，蒙古观音山。可以从铜山上看下去。对。从定海岭那边看下去，可以看得到很多港口。是啊。对。但是那边也没有。小区里面那边。有点好，对，我就想问，不会看哪一下？这个如果相机晚上就，我相机晚上相机拍不清楚，还没有像他们可以夜拍一块钟。要拍清楚了，或者他们会说不干。但是前面记得，我们的主题是尝试回归。尝试回归。尝试，尝东西就尝，然后尝试的是。但是前面记得，记得。科博文他那个卡车那个烟囱，向右边出来的三根这样子。是的。对啊。有看到了。这个六间室的。比较大台，我其他台很多啊，跟刚其他比起来。可是他等一下会开前面吗？过来听到108那艘长驱，我那时候看得到长驱。没看到，感觉时间久不久。25分钟现在一个上面的哇是啊哇有模型吗模型的就没哇还可以我之前有看到2500那边好贵啊也是贵的按摩模型飞机一样盖一样我想那些怎样？找一挨到两个我那点呢、啊，比基那边就会有人泼，绝对有人泼。就是从那边拍的吧？对，他、啊、那边也有人站，只是说我不晓得今天有没有打。你说他坐月的时候，旁边侧边才会开灯。会。但他过这边的时候不会开。不会，就开那个他。
反手的那个甲板凳。就现在前面的。我说这边 YouTube 它是开出去的时候，它侧边有灯，还是是其实那时候是正在作业？那是脚板灯，那是作业晚了，作业晚它就会关掉。你要看长板开很亮，他知道那边岸边都有打那个打不住那个光，所以他开灯那里拍，开得超亮。哦，那他也开一下嘛，开一下嘛。啊，如果像因这台准那点话，刚翕袂着伊，翕袂着啦！你暗时啊，你家厝啊，伊看到人一个乌伫遐，有人乌拢伫遐。再问伊做完开起来，会不要？我没有 HDR， 我这个是比较低阶的手机。就是你装这个 Google 用的相机，这个夜景用的。我的 iPhone。iPhone 啊。对。我都是，而且我的是 iPhone 的低阶的，所以就没办法。可以啦，不然闪光灯开起来。开起来，这样子我。可以啦，我可以。我其实我眼睛看到我就很开心了，只是忍不住一直拍一直拍，给我低看。那黑的就短一点。这样，因为这边没有光。对，它颗粒有点大。对，没关系啦。这旁边这两条船会开它前面吗？还是它就是开它前面？引导它。对，等一下就放缓程序了，拖它。其他跑光了，小机不好跑光了。不是，我是说船啊，不是有四条船。哦，他们在后面走。有听的声音吗？听，主机的声音。放个飞机将赶快起来，起来就行了。
你站着，让座吗？站着，站着，等一下。